首先为大家表演的是武当道家拳代表性传承人顾崇实，他展示的是武当乾坤太极拳、武当快手，还有武当赵宝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李随成展示的是武当赵宝太极拳，还有杨氏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赵佑斌展示的是杨氏太极拳，还有武氏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钟振山展示的是武氏太极拳，还有李派太极拳代表性传承人张少棠展示的是李派太极拳。掌声有请。